志乔近日因鲜少更新社群，让外界都相当担心。不过对此，他则解释说道：“自己其实很好哦，因为决定要认真体验完全不一样的生活，所以和自己奋力工作的那一面保持一点距离，低调和充实。很喜欢这个版本的自己，并正式宣布，以后看到他没有常常发文，都纯属正常。”引人注意的是，他近期惊喜出现在新戏《地狱里长》，在剧中他客串爱情阎罗，负责惩罚，不管是在人间还是地狱，都让彼此痛苦的恋人。片段一出，也让不少观众都兴奋表示，既然出现曾之乔这特别客串的卡司，都让人出乎意料之外啊。